先问一下那个刘公师傅林肯，他发声明说，今天我们参与到这个决策，所以接到这个，那进度怎么样？好，谢谢。有关于今年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参与的状况哈，那我们还在尽我们的努力当中，那我们在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工作上面，理念相近国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是很重要的一块。那美国对我们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支持度向来是非常高的。那现在是由国务卿布林肯本身出来说明力挺台湾的这个态度，而且除了美国支持我们之外，我们跟美国一起也在游说其他的这些理念相近国家。那到目前为止，理念相近国家支持我们的这个力道越来越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国家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这种多元化或者是说层级提高的这种方式哈也越来越强。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吸引更多国家来支持我们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那我们的友邦国家提案来协助我们的这个方面，我们也在做完全的准备当中，希望今年支持我们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声势能够达到历史空前。不然我们看那个莫顿提到，如果要威慑中国的话，应该要大规模采集研究自己的。我想有关于这种不同的说法哈，可能我们的媒体朋友必须要去认真看待一下就是中国对我们在进行的这个认知作战，他把有一些人讲的这个不相关的这些话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去做成一个新闻，好像是美国很多人在支持要把台积电炸掉的这种说法。那如果说仔细去检视被中国点名到的这些人，然后扩大去解释说要炸毁台积电的这种说法，我想大家会得到一个结论，这个就是中国在针对台湾进行的认知作战。我想如果说你们仔细去看一下莫顿讲的这些话的那个前言后语的话，我想你得到的结论是跟你问的问题会很不一样。好，谢谢你。我不想问一下，就现在传说有一些欧盟国家驻台的一些代表处正在拟一些撤侨的计划，目前有掌握不清楚，对此有什么？这个我再说明一次了哈，就是最近也有很多人说在那个演练撤侨这件事情，好像有很多的这些驻台的那个代表处哈都在进行这些演练。那也不瞒我们的国人，就是说我们的外交部是一个一个去打电话问说有没有演练撤侨这件事情。那就好像上个礼拜我在立法院里面答询所说的，没有一个国家在进行演练。那但是每一个国家的大使馆代表处，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外馆，都必须要有紧急应变计划。那这个紧急应变计划每一年都要拿出来检讨，其他国家驻台的代表处也是一样，也是会有这些紧急应变计划，但是撤侨演练没有一个国家。另外，小刘跟像今天业务报告，你们当时有提到台湾可以help，其实我们花了很多一些资金去援助其他国家，第一个就包括了乌克兰，在过去一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近期也是希望像习近平跟他通话，然后比较希望可以中国来调停他们的战争。那这样子把我们放于何处？我想有关于乌克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员外都是去看政治的回报或者是其他回报的话，那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做员外。那在去年2月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发动之后，我们国人的反应大家应该可以去回想一下，就是说我们是针对乌克兰人民所受到的这个灾难，那我们去援助他们，那我们的心情就是这样子，哪里有灾难，哪里有需要台湾协助的地方，我们就去协助。不然，在美方已经三度最后一次要炸毁台积电。我刚刚回答了。可是美方已经我刚刚回答了。那这样的话是要刚刚回答了，我刚刚回答了。放弃这件事情。还有 already 在被同时筹码。他们都说美国都会询问，讲出炸毁台积电这种说法。不是，我刚刚已经说明了，好不好？我可以关一下。请问关于 BTA 的事情吗？因为有报道提到说赖副总统接下来可能要出访，那他可能会在出访之前，美方送的大礼会跟我们来签 BTA。那想请问一下目前的进展？
有关于我们台湾跟美国协商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这件事情哈，那目前进展都非常的顺利，也期待说这个早售清单能够早日的这个签署，那我们也期待说所剩下的这些要跟美国协商的这些项目也能够很快的来进行协商，那我想这些进展都相当的顺利，所以有可能在出访之前就请我刚刚讲的就是这样。谢谢大家。